居士法我们有学到了真诚、自治、忍耐跟施舍。假如我们把数字把代号把一二三四把它标号码真诚是一，自治是二，忍耐是三，施舍是四。我们来看居士法的奥妙啊，各位。假如我们要培养这四个道德啊，道德的培养方法呢，假如假设要培养真诚的心呢，要成为让自己的孩子，让自己的家人有真诚心的话，真实诚心，就要靠后面这里三个道德，就是要有自治、忍耐跟施舍，二三四。如果要培养自治呢，各位应该猜到了，就要靠自治是二，就要靠三四一，靠忍耐，靠施舍，靠真诚。假如要培养忍耐，忍耐之心，要靠施舍、真诚、自治，四一二三。假如要培养施舍的心，要靠真诚、自治、忍耐，一二三四。这就是佛法的特性啊，各位。佛法的特性，佛法的特征，有四条法。假如想知道某一条法的定义，抽出一个，另外剩下其他呢，就是那条法的定义，是这个意思，很好啊。如果我们这样看呢，整体看的话，各位才比较懂忍耐，忍耐的整体啊。像昨晚我们谈到培养忍耐，佛法之忍耐的方法，就从第三条来，第三行就是靠施舍，静坐，勤于静坐，真诚就是提高自己的想法，有目标，向往涅槃，自治就是有惭愧心，才不会造作恶业，控制自己的行为，才会产生忍耐。今晚要谈忍耐之心的利益啊，各位。忍耐之心的利益很多，我们今晚举例有八项啊。第一个利益是有忍耐之心的人啊，就能铲除自己诸恶之根啊，心里的恶念，心里的烦恼，贪嗔痴烦恼病毒，就把它铲除掉。其实在佛经里面就把忍耐比喻成一个火炉啊，把烦恼烤，把它烤焦，烤干，把它烤掉。所以同样的意思，铲除也是烤，把烦恼烤掉，靠忍耐，各位。忍耐修波罗蜜，向往涅槃，因为目标清楚，向往涅槃，所以越忍耐烦恼越被烤，越被铲除，各位。重要啊，目标要清楚，向往涅槃。第二，有忍耐之心的人啊，就更精进行善积德，对吗？如果要到佛寺要行善，
没有耐心啊，就会半途而废。做了一半就停了。所以从去年从开始听金陵法乐园节目，每一天都有听，没有停过呢，有吗？随喜功德，洒脱。这就是忍耐，各位有目标，要知道说听法是为了增长智慧，为了净化自己的身口意，以及调整自己的生命方向啊，就会产生忍耐。第三，有忍耐之心的人就比较坚定于持戒跟静坐，对吗？静坐虽然要靠努力，不过谁能天天静坐不缺哦，这个好棒的，每天都有静坐，不管多么繁忙都有静坐，这种人呢，表示有耐心，有忍耐之心，不管多么辛苦也不要犯戒五戒八戒等等，表示有忍耐之心，各位有做到吗？洒脱。因为有些人在雨季安居啊，三个月都有持守八戒啊，在家居士不容易啊，天天持守八戒，不过能做到的话就增加十波罗蜜都会增长，各位，尤其是戒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、忍耐波罗蜜，各位。第四，有忍耐之心的人，会行住坐卧都充满幸福啊，因为自己戒清净啊，身口意清净，到处都快乐，各位，这是正常。另外，有忍耐之心呢，就庄严自己。忍耐之心就如同美丽的装饰品，谁看到哦，这一位有忍耐，有忍辱，忍辱心，这位很伟大，就看我们哦，很庄严。所以古代才讲说，忍耐就如同装饰品啊，美丽，我们每个人的装饰品。第六，当你美丽了后，不只是人会想看想靠近啊，不只是人爱，连天人也爱你啊，想要照顾你，保护你，庇佑你啊，所以人天爱戴。当人天爱戴，我们更有慈悲心来打坐我们就比较容易修得四无量心。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，四无量心是内在的法，心静定在体内第七中心处，到很细腻的时候啊，就会涌现出慈心、悲心，慈心、悲心，是细腻的法，各位，很细腻，可以穿过、穿透墙壁，穿过山、树等等。当慈心呢、扩大到哪里，扩散到哪里，就会令慈的威力能改变那里的四大，地水火风空是地水火风四大，改天再谈呢、四无量心。第八，容易修行证得涅槃。谁有忍耐之心就容易证得法身，各位，因为第八相是坚定于
持戒跟静坐，当天天持戒静坐，就生生世世容易证得法身，证得涅槃。各位很好啊，就是基础的法很重要的忍耐。